来到你这个海莲哈，海莲的波区的一位伙伴，我来跟我们谈谈海莲的波区人，如果当选之后，他们要怎么样为台湾的空气品质把关？谢谢各位台北市民啊，大家晚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来这里啊，大家看上街头来这里安心的游行，最重要的，我们是要替大家争取我们应有的东西，我们应该有的干净的空气、蓝天绿水。但是为什么这个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诉求，到现在居然变成了空想，居然变成了幻想？到底这样基本的生活需求，政府应该提供给人民安居乐业的一个生活条件，一个生活环境。